腾跃进行的刚刚好，一落地，就好，腾蛇的腾蛇大人的卑微日常。如今被你这么一个凡人丫头控制住了，变得这么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出手。这是啊，腾蛇的。协助全族祝大家儿童节快乐。来，花旗老师给你看一张照片。这是玄机眼里的腾蛇。让他说，让他叫臭小娘，这就是。好，腾蛇的又拿腾蛇的出去干了啊！你又把那个珠子丢了，咱丢了。咱后面不要了，咱过来人啊！过来人，接一下。你别走，老子不要面子的！过来，快你给我回来！回来了，你说咋的？我上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不要面子啊！刚才不强烈还能吗？我跪下了，卡了，别骂。面子，脸都没有了，还要面子。哼，叫我腾蛇的。